老大电话，接一下。哎呦，这不是咱们的霍大站长吗？怎么了？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霍爷，现在你应该知道广大耗子多管闲事儿是什么下场。 明天我会给你打电话，如果你敢通知警察，你就再也见不到燕兰了。快跑！我收到请回答。好了。收到请回答。 你们都去哪里了？我找不到你们，好害怕。你别怕，有我在，我会保护你的。 这世界很酷。